防守队员都不可行。艾米林科维奇队友跟上来了，他用身体挡住球目，一次的机会。我传球搞得夸张不啦？萨拉赫，我报警了。好他妈！与门将的单对单打中胜利啊！是啊，是没能。我本来想打的慢。寻找空间，米林科维奇，萨赫，维奇，那了这两个人，我操！机会了，里斯，糟了糟了，啊！再半分钟，好，这速度，我操！进去，哦，哈哈，啊，姆巴佩，好家伙！姆巴佩，赛结束，双方。下半场要进七个球，来到了，双方能够过过瘾。嗯，德比西，姆巴佩。哥们儿就不拉一下。M 以及漫画级的扑救，在漫画里才漫画级啊？什么叫漫画级的扑？我就没听说过这扑救。怎么样？五啊，对球门和威胁，值不太好。攻了，拉，没机会，拿下的，特，越位了，这么越位，越位啊！这样把球权，啊，打凉。好家伙，托马斯的耐心一直在等，对方脚下，他们脚下了，错，几乎没。错，抢到了球权，C 罗，哎呦，这大了点了，我现在这尔多接着扑救，
像 T bag。马尔瞄准，破门得分了，对，无能为力。C 罗去打拳击应该也。再来看一下他们的标志性的头球。达到三比，成功率非常。你，自我这位，好，哎，这个球暂时啊还在他脚啊，的球权靠身位，错地点，这个非常好。这样门前的危机，这次出媒体远来点吧，差不多听了九十九的到了门前看，以及九十九的射门来体速，如果稍微空就姆巴佩好像不想错射。想错射吧，托马，不可能不厉害我。好了，此发挥空间也比较横传打到门将出击，化中威胁。到前一脚直塞，太精彩了！什么叫传球脚法？到了，实在下来这脚打门更是压力。我操！一进球直接骂成，一进球给他传，我都看。维拉门迪，裁判吹了，裁判说吹了又这，裁判说莫西塔，臭不要脸的我。这那木系的传统区就这两个铲球都花头巾的，我操，搞来搞观察没水停，我吧第二轮赖皮犯规了，击倒的比赛这点不过直接传出边线了。哎呀，我们看到有两上场了，内马尔将球朝进去，给拉收缩没那么紧的，站在了都没有传好，哎，别扣了，你扣其他。不，这个机会快速反击，大哥，往底，
比赛结束，中望获得这完吉列传的，我这把电脑给恶臭。哎呀，这提升86/85。噔噔噔噔，这咋是？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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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，那暂时开始天分好像没提提了没有，哎，鲁尼，大明哥不知道多少罗年轻有信仰的罗，但他这个很不是有18岁的 C 罗，我居然不放那个鲁尼在这儿呢，小坦克，我力量90，耐力90，跳82，射门力量拉4，盘带86，控球84。还是有点贵了，体能挺好的。我操，鲁尼这防守给防守，中前场71防守，你退役了没有？退役啊。看俱乐部，德比郡，他这里面写的是小鲁尼，双四，现在是球员。开爆开爆怒开，让水爷或者来张一饭
我就再给他冲，但我感觉他是不敢，胆子小，应该是不敢，胆子这么。你他你吧，连走都黑了，我的天哪！谁敢开？谁敢？谁敢？你这么玩，谁敢？一次机会，不了，最后开了个门，我三拉，谁敢开？没人敢，在水里的谁敢开包？没人敢。这请贤哥没用，有八包，高黄全黄，3块钱的，50000块钱开八，是吧？之后以前用后也懂钱，什么必要？没什么必要。好了，我操，4点，这波这么多，爽爽的开上。关键是有一波游戏还没锤呢，感觉得退了。我再看一下上帝页面，看他，我不是特别好评700，哎呀，喜欢这机，哈哈哈哈，什么梗？我的天，这都。这个游戏感觉可以直接干一下，挺不错。戴森球，幸福工厂，戴森其实和这挺像的。醉了，同学们。感谢大伙收看，明天晚上休息一下，明天晚上休息一下，然后来开工，拜拜拜，祝祝祝广大观众朋友们。晚安晚安晚安。